希望如果希望做到未来的某一天，对，我可以大方说，喂，哎，垃圾，喂，哎，垃圾，我吓到了。新冠云让新闻，欢迎收看《新冠云让新闻》，注意哦。Hallelujah, church.人家那个原著是山下智久，比他好多。我跟后置，你一定要帮我上那种当的那种音效跟那种特效，不然我一个人就很尴尬。很多光芒。对，他后置也有光芒。白白的淡化这样子，对对对对，没错。我们在重现那个以前的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日剧，叫做《求婚大作战》。对。那因为其实我为什么会做这个这个桥段呢？因为本身我自己觉得我蛮想回到一年前，就是我跟熊熊求婚的那个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是最爱的。现在都没那么爱了，我们现在有点形同陌路。因为记者在那报之后，你就跟我越走越远。没有，哎，你也有被报，我们两个现在是一样的，中间那种。像吗？不是，今天不是因为我们。好，不要闹。每次最喜欢这些桥段的，因为这些桥段都是让我小甜一下熊熊，开心，好不好？这就是让新闻的宗旨。这是你的宗旨。我希望让新闻做到未来的某一天，对，我可以大方说，喂，哎，垃圾，喂，哎，垃圾，我吓到了。很多这个浪漫的这个求婚的这个桥段当中啊，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美好的回忆，但也有人是一些比较有点 NG 的回忆，美中不足。对，美中不足不能说不好，但是美中不足。怎么说呢？像有些人求婚可能是在一个比如说很风很大的地方，我要跟你求婚，然后头发超乱，然后那个沙子乱喷这样子。那有一个这个粉丝都投稿说，他是在这个水里面跟他的未来的老婆求婚，是而且是生前，就是水肺整个嘴巴都塞住不能讲话。我想你之前就算了，你之前下去上来可以在水面上跟他讲，你下去生前懂潜水人都知道说你就不能马上上来，你要做一个五米的三分钟停留这样子。然后所以呢？而且在下面，如果告白的时候，告完，然后呢，就没了，还是要顾及生命安全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然后也不能讲话，那个是有够尴尬的，十几分钟。”没有，但我刚刚有想到，因为通常求婚有时候男生害怕会怕会被拒绝或者什么，那因为在水里的话，女生可能比较不好拒绝，想说赶快，对，你知道吗？不能拒绝的理由。然后那个影片其实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。最嗨的是谁？旁边的朋友在那边假嗨，然后你也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就极为尴尬。我在网络上看到你们在募集帮粉丝求婚的企划，所以我就来报名了。我自己平常有在看望新闻，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潜水，所以我也是 Key 的粉丝。但其实我已经有和我交往一年快两年的女友求过婚，但上次的情况因为是在潜水的情况下，我们蛮狼狈的，以及我有很多话都还没有说完，她就一直哭。这是算是我自己心中的一个小小的遗憾，所以我希望 Kid 和熊熊可以帮我给他一个惊喜，然后可以让我二次求婚成功，以及在我们心中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我们让新闻的粉丝，他非常有心，他想要重新的跟他这个未来老婆再求一次婚。对，其实蛮浪漫的。其实蛮浪漫的，因为就像是
我自己知道说我做不好，其实另外一半也知道，但是另外不会说什么，因为我够爱他。对。但是我觉得很有幸的是，哎，这个男生不会觉得这个女生够爱他的时候，就哎，好好随便、啊。就摆烂或者什么的。对。但是他还是想说蛮有心的，就投稿到这个Run新闻这边，然后希望我们呢能够帮他再求一次，再圆一次梦，比较完美的这个。这个求婚的过程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请了两个非常重量级的这个强力的这个得力助手，大咖，大咖，对，至少啦，他们出来就是唱歌之后不会乱，然后重点是好听，对，好不好？会让你深陷在那个粉红泡泡的情境。是，让我们欢迎严艺格还有我们的李友廷，欢迎你们。哎，你们今天真的是身负重任，我跟你说，身负求婚的重任。对，因为女生是用声音。来就是获得这个女生重新就是答应她未来老公的这个重要的任务，因为其实女生很需要求婚的时候有仪式感，友廷也可以现场。哎，你的那首很有名的哦，知道我有些人对赞、啊，大家都知道这首，嗯，而且那个 MV 的那个主角跟她还有关系，哪一个？对，前阵子温小姐啊，哦，跟士林哦，他们有结婚吗？他们有没有？有没有私底下也牵手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牵手？有没有牵手？有了，王文有牵手，有牵手，是你家的吗？是你家系的吗？没有，牵手就是一个演。那他们私底下有联络吗？那他们就在就摄影机关掉的时候，他们有互相换个 line 什么的。他们有私底有靠过去吗？交换吹泡泡，吹泡泡。交换泡泡。对啦，就是一起吹泡泡，一起吹泡泡。越解释越模糊的感觉。他们有就吻很激烈吗？应该就是啊，我干嘛在吃醋啊？对啊，你越这样子，等一下新闻乱来，开玩笑。我才吃醋，你在那边。你才吃醋，这什么意思？我才是看着该吃醋的人吧？他意思是说他的 MV 就爽到死。对啊。在这一年九个月之间，我们一起潜水、运动，然后你陪我打球，
个团。忘记了，忘记了。小抄给他，小抄。在这未来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。我感觉你们已经是最紧张的片场，结果没想到看的时候更紧张。然后突破，让我们越变越好。现在在这些我们根本认识的朋友面前，你愿意让我陪伴你下一辈子觉得他应该在补送你一个求婚，你现在还是有点惊慌失措。你因为你看我，不是因为他看我说没有对焦，因为他可能前面打了一层眼泪。想问一下，就是跟你的这些好朋友们练了几次舞？总共教室练了几次，然后大家在训练时间那你有怀疑他那个时候跑去哪里吗？完全没有。昨天下午，我说要跟那个李小薇。好，他骗你。他欺骗，我觉得这是善意的谎言。哦，这是善意的谎言。我想说我还蛮会拆散别人的。就是去哪里逛，他就是回答不出来。哦，是啊。所以你一点都没有察觉他要再一次跟你求婚这件事。哇，这种老婆好啊。够大。喂，不是这样。哎，好了，其实今天的惊喜不只是这样，其实就刚刚有我们的六婷就唱歌给你听之外。我们的严艺格，他其实有一首歌也很想要献给你们这对新人，所以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格格，就是把这首歌送给他们。好的，这首歌想要送给你们，叫做《You and I》。翻越脑海里的回忆，失去了多少，寻找了多久，这一路。迷失了自己，不敢去奢望故事会多美丽。Let us take a leap of faith. When we're together, I'll be brave. 是你让我为从今不愿后退，牵着他 ，Baby just you and I, Baby just you and I.亲的忘我，他超想亲的，超想亲的哎！我觉得一定要配上这么可爱的气球，恭喜！哇，好赞哦，好赞哦！好忙哦！哎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求婚的，我们之前是对，以前是我们自己结啊，以前是我们自己结。不要，这是人家的主场。来，大家鼓掌。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，就又造了那个一个新人起来。幸福的家偶。对，他们其实本来就应该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。对啊，而且你知道刚刚你在唱歌的时候，男生就是整个很有爱的在看他老婆。对啊，他手握得超紧的，啊，他一直在 cue 你亲他，他等很久。然后老婆说，啊，刚不是说亲了才给气球啊？什么时候要 cue 亲呢？什么时候要 cue 亲？对，然后一等到两个人。真的，需不需要示范？需不需要示范？要示范！不要 Q 我们做球，不 Q。好啦，若新闻下礼拜见，新闻若新闻下礼拜见，快点擦，我要出。